啊呜、哦！我要吃了你！啊！冰与巨魔，快跑啊！救命啊！哎，这不是冰与巨魔吗？那你是谁？哈哈，长子，我是辣条，我逗你玩呢。这是冰与巨魔的面具，击败冰与巨魔掉落的。小子，你干嘛？我可是冰与巨魔，比你最强的 boss 啊！啊！你来做什么？哼，原来就是你杀了我的兄弟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打他！啊！救命啊！不要追我，小王子，救命啊！辣条，别着急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动不了了？冰雾皮能短暂的让你行动迟缓，我现在就缩小100倍，进入冰与巨魔的大脑，找到他的弱点，击败他。小王子，你快点啊！谁允许你进入我的大脑呢？你给我出去！进都进来了，还想让我出去？一股死味！你到底多久没有刷牙了？我本 boss 让你像你们人类一样娇气，还刷牙，再不出来我就放大招了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，好冷呀！不行，我得赶紧去别的地方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是 boss 的胃吗？里面都是藏狐血兔啊，这可是保护动物。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你吃这些东西，改成喜欢吃啊切不对不对，我怎么打了个人啊？打错了，好香啊，这个人类看上去比兔兔更好吃啊。站住，让我咬一口。我太难了啊！救命啊，小王子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救命啊，不要再追了啊。辣条，不好意思呀、啊、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哥，你等我改一改吧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吧。这回我赶紧往哪跑。什么味道，你怎么这么臭？真恶心，一股骚味，这植物好香啊，这好吃。喂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不比这些植物香吗？还说我烧，你才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这个冰与巨魔躲在角落？难道因为这个冰吗？我知道了，冰与巨魔怕冰。不会吧，他自己都叫冰与巨魔了，为什么会怕冰呢？冰就是他的弱点啊。原来你怕冰啊，哈哈，这就好办了，敢说我烧是吧？你要干嘛？你不要过来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，我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救命啊，不要啊。大功告成，这下不用怕冰与巨魔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冰与巨魔的秘密。家，我好想家呀，我想回家。家什么意思？冰与巨魔的家不是在这雪山吗？这里还有个箱子。因为一颗陨石将我带到米拉星的冰原山顶上，这里大雪纷飞，恶劣的环境导致我无法飞行，被困在这回不去了。我的家乡很美，鸟语花香。原来冰与巨魔是被困在这里的，他只想回家而已。辣条，快住手！干嘛？他马上就被我击败了。快住手，他也是很可怜的。啊？哼，我才不怕你呢。他不是我们米拉星的生物，他只想回家而已。而你击败的那只冰与巨魔是他唯一的依靠，他只想回家呀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冰与巨魔，你想回家吗？想，但是你们有办法吗？有啊，只要我们带你离开这雪山，你不就可以自己飞回去了吗？我试过了，我自己走不出去，每次都迷路。放心吧，我们有指南针，绝对把你送回家。